看着点不？大哥，我第一次给你偷东西，我有点蒙圈了。有大哥在，你蒙什么圈？准备一下，干活。咱不是小偷了吗？我得蒙面呢，这跟电影上说的。就你这个造型，连三岁小孩都看出你是个偷东西的啊！摘，帮我拽，蹲着去。这完蛋的玩意儿，你带这个玩意儿。哎，大哥，有味儿啊！这谁那偷的这是？出去走了。去啊！看这家有人没？有人没？你咋不问人家有没有钱呢？有没有钱呢？大哥，喊上你，能不能不可一个地方打？打你怎么的？打你怎么的？过去，哎，学着点。有人吗？我们是查水费的。开门。好嘞，大哥，这个活我行。大哥，你瞧，你干啥呀？啊，破门而入。我说，就不怕神一样的对手，就怕猪一样的队友。我今天就我这个脾气，我。你干啥呀？这么带安全一点。啊。戴个安全帽就安全了是吧？不就安全？哎呀，大哥。往点分，带这个，带这个。大哥，平安无事。大哥，平安。大哥，平安无事。大哥，哎呀！沈涛，沈涛，大哥，我进来了。你怎么进来的？我也不知道怎么进来的。抓紧干活。好，抓紧干活。抓紧干活！哎呀，还热乎着呢，上，你都热乎。你是不是又在吃东西呢？嗯？你看看你啊，你看这腮帮子鼓的像猪吹吧似的啊，还说你没吃？有能专业点不？能专业点不？我们是什么行业？我们是小偷。我们是有职业的，我们是有组织和纪律的。什么叫专业？我们不是吃货，知不知道？是来吃来了吗？这脚什么馅的啊？干活去。大哥，搭把手，把冰箱给他干走。你是立功啊？我跟你，我今天就教你什么叫做专业。专业，大哥，告。去，抽屉里肯定有钱。啊。哎呀，大哥，钱呢？能不能小点声？我还不到钱吗？啊，别，大哥，这钱我拿的，这是我发现的。那你多少皮我点啊？胖子，啊，你不得一大件吗？这屋里这些大件你随便拿，搬走就归你啊。这件大呀，哎呀，录音机，哎。
妞妞，妞妞，这次妈妈要去一个很远的地方，妈妈不在的时候你要坚强，你自己要照顾好自己。你的学费和生活费都在抽屉里，你把它交给舅舅。哦对了，还有那封信是给舅舅留的。女儿，妈妈永远爱你。大哥，嗯，那钱是孩子上学的钱。对呀，我听见了。不对呀，咱要拿走了，这孩子上不了学了。你是不是真山炮啊？啊，你没听说吗？人家去很远的地方，证明人家就是出国了。现在什么人家能出国呀？那得相当有钱了。别替古人担忧了啊，去再找找还有啥贵重东西没啊。还有封信。大哥，哎，大哥，死了！大哥，三炮啊，至于吗？我就给你赏几个饺子吃，你咒我死啊！啊，不是吃好好的、啊。大哥，还是把钱拿出来吧。你说什么玩意儿？把钱呢拿出来吧。你疯了？把钱拿出来。你要干啥呀你呀、啊？啊？把钱拿出来。你干啥？把钱拿出来。我小点声不？你把钱拿出来。小点声。拿。小点声。小点声行吗？拿行吗？我拿拿。拿出来。把钱拿出来。这不都拿出来了吗？把你自己兜钱也拿出来。我说你是不是疯了？我领你出来干啥来了？我领你出来不是为了抢钱来吗？那是为了偷钱，偷了半天钱我们自个儿全部拿着，我们还得为了大钱呢。我出来你想为了啥呀？我顶你了吗？我辛辛苦苦我为了什么？我为了就为了偷点钱，偷完钱自个儿没拿走，我自个儿还为了大钱，我他妈这钱你疯了你呀？你是不是为了你不是我就你们是不是就疯了你一天？大哥，你看吧，弟弟呀、啊，医院的诊断结果已经出来了。从小就很懂事，很听话。我把他交给你了，拜托了，兄弟。大哥，跟我走。去哪儿啊？公安局。公安局你也敢偷？从今以后都不偷了，我们去自首。自首？大哥，兄弟，走。